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果果。爷爷走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奶奶这段时间的心情啊，一直都很低落啊。今天呢，奶奶突然想起来要看一看爷爷以前的视频啊。一会儿啊，我就把电脑拿来跟奶奶一起看一看，正好姑姑都在，咱们一会儿见。怎么给人？我这下面就我哈巴的裤子都不穿了。这天早晨又见脸臭了吧，奶奶？嗯，那个。那些老照片儿，那十年份人家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十年份人家四个年头了。你再做好，我再给你照一张吧。哎，我再给你照一张照片哈。我就我中了，我也。真的今天早上想起来，能看半天还没看够照片啊！那个干什么呀？师傅，咱拿着锅的呢。拿着吧，拿着吧，你走到下边吧。来，师傅，你给看锅。留着做纪念的，我再给你照一照，还是以前的地方。那个给的新买的，我用俺的。你这能行啊，老爷你看哪里的？太太头啊！你太太头呗，你老大了那头子。哎，太太头，你早上想看，别动了。怎么了？咋了，奶奶？看看呢？我去上你家。我问一下，问一下。这是看来看去看不够啊，感觉自己老了吧？奶奶手就会讲一下。快带你奶奶再照一下，这个结束了。哦。不是咱们家老来。我视频都推在这里边来了。下雪人家，下雪人家转的那个鞋的，转的发烫吧。上年的吧，前年的。这不是今年先学的、啊？不是今年的。不是。俺、老爷子两年一看就老了呀，说话都没力气了。这是皮刮的。不结婚的嘛，男生也不结婚的。哎，咱俩是男的，我也有。来就拿着还是有的几次的，下一辈儿啊，嗯，哎呀，这下一辈儿吧，哎呀，你这一生。萱萱，你把你妹妹推哪去啊？给我把你妹妹推回来。快推来推来，推着我，走。快走啊！快走吧，娘个水走啊，小点水走啊。再水我就干。哎呀，狗子们，出现狗，卡出来了，被萱萱就卡出来了。昨天就把头弄了。